傾傾黃金相關啦，即係因為即係黃金都係即係避險嘅投資工具之一啦。咁啊，有朋友就想留意呢個 Spider 金 ETF 嘅2840嘅，佢話上望幾多咧？唔該曬你 ，Chris 嚟嘅。金價嚟講咧，近日咧都係咧，因為呢一個嘅地緣政治嘅因素嘅時候咧，都係有一個嘅升温嘅狀況喺度啦。咁就國際金價咧，而家咧就已經係咧突破咗咧係1900嘅位置啦，咁樣啦。咁我咧都要去留意翻咧，就係咧未來兩個交易日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就佢嗰一個嘅金價係咪繼續可以咧就靠穩到係1900樓上？即係如果得嘅話咧，我相信咧就可以係大概係去到咧1950去到咧就咧1980呢一啲嘅位置咧，先至係稍微咧會有一個嘅回吐嘅壓力喺度。咁啊咧變咗要留意翻咧 SPY 呢一隻嘅基金嚟講，佢本身嘅基數咧其實就已經係比較大一啲。咁啊，現時個報價咧就係咧大概係咧1390附近嘅位置啦，咁啊，咁啊咧變咗，如果你話咧佢都係跟隨住嗰一個嘅金價嚟到去升嘅時候咧，可能有機會咧就去到咧就1480去到1500之間咧，傾向上咧已經會係出現一個阻力喺度。咁啊，就住嗰個百分比嚟到去睇嘅時候咧，就係少過一成嘅升幅嘅。咁啊咧，所以咧就呢類型嘅基金你去投資嘅時候，就偏向係一個中長線嘅部署咧，嗰個考慮會比較上適合啲咯。你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短線嘅部署咧，咁咧就咧你話覺得幾個 percent 賺其實都冇問題嘅話咧，咁你先至考慮咧喺現價部署。比較上安全呢個位置，睇下有冇機會就落翻去咧，就咧1350去到1360之間先考慮吸納，應該個潛在升幅方面咧就會比較上係吸引一啲嘅。